张一帆云边有个小卖部，剧组花絮。唯一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琥珀色月牙。来，你俩放下。哎呀！冲撞哪儿就是有一股 CP 感，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为什么会有 CP 感？因为你在他面前真的是怂的，是，是不是？真的？那你看，这是发自，这是发自内心的怂。最后给大家看点轻松的吧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彩蛋，张一凡，你干嘛呢？你养狗了吗？没有。还是朋友养狗。